大家好，我小鱼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啊。我们这虽然说你看7点钟已经阳光灿烂了，但是我们这到了5、6月份开始就是这样。咱不是说了吗？昨天把核酸做了，然后把这个通知单开了，这个边境通行证申请表开了。现在呢，咱们要驱车60公里去办这个通行证，但是我好困呐。没睡醒，我已经 N 久没有起来这么早过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太困了，我简直困得我迷瞪的。哎呀，60公里，而且路不好走，从我们这到县城没有高速，有一半的路程全是那种小道，感觉跟318的路有一拼。就走318路窄，可能比318的路还窄一点，然后全是弯儿。哎，一个多小时，60公里得开一个多小时吧。现在咱们出发。到核酸，我到核酸去了，我到东宁了。然后这面要求就地核酸，然后给的这，庄恒把这个票给你吧。啊，好麻烦，进来也麻烦。我做了核酸不行，就地还得再一次核酸。做完了，小张张戳上了，然后现在才可以进城。现在这个地方是收费站这儿，哎，好麻烦啊。这被挡死了，我怎么走啊？啊？从这条路我不会走啊！这给我绕哪去了？我只会走那面那条路，这给我绕浑春去了。那面堵死了，不让走。我是从这绕一下子，我也不知道咋走啊，往市里头走。我天，这怎么走？我这绕哪来了？不行，我得打导航，我得把导航拿下来。费那洋劲打个导航，可算到了，绕了一大圈才进来。然后又看到这个宏伟的建筑了吧？我就是在这里面办，然后现在咱们进去，估计进这里面也得老麻烦，左扫码、右扫码什么的。哎，去办，办完了就可以，到时候安心的出行了。办完出来了啊，搁这儿呢。其实我这个上面填的这个是看谁的填的呢？就是我上面现在写是西藏自治区，然后日喀则地区、善南地区和阿里地区，因为我今年主要去那边嘛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上次看了那个二明的那个视频，他说的怎么办呢？就是说上面这个是上面打这个去哪地区怎么打，然后看他的。然后今天我来这儿办证，然后人家告诉我说，我告诉人家说你就打这么打就行。就是我们这边说实话啊，来在家里办这个证呢，还是相对来说是还是比较少的。进去的时候人家说了一年办不了一个两个的，就在我们家这儿办这个的还是少。就另一方面反映什么呢？出去玩的比较少，像我玩的这么野的太少了。还有大家可能有疑惑，为什么我就是驱车120公里，我要选择就是在家里办啊？确实是在家里办要比在外面办省劲的多。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我要去这个墨脱的时候，碰到一个小哥哥，一开始他说要和我一块儿去的，结果他在那个波密当地办这个边防证，他就没办下来，他就没和我一块儿去。然后后来我们一开始都听说是在上拉萨，就是在拉萨也能办，说到拉萨能办，花50块钱就能办。然后他说那这么地吧，他说他墨脱就不去了，然后他那个就上了那个拉萨。他说他要走阿里那面嘛，他说我到拉萨去办阿里那面的，想上什么珠峰大本营那些地方，他说我到拉萨再办吧。结果我跟你们说啊，就是他到拉萨也没找着办地方，也根本没有说50块钱就能给办的地方，没找到。其实办这个证都是免费的啊，但是他没有找到，而且他问的都是超级贵，就是
大几百，大几百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所以说，嗯，我还是也是忠诚的给大家的建议，就是在家办。虽然说我驱车来回120公里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决定在家办啊，还是在家办省劲，真的省劲。行了，边防证整完了，临走之前又完成了一件事啊，然后回家这两天就准备要走了，然后回家那个什么，回家把车该装吧装吧，该弄吧弄吧，然后嗯，等着还有两个快递，等两个快递到了之后，然后我和我爸就准备动身先去这个哈尔滨了。哈尔滨那边也打听完了，哈尔滨虽然说现在吧也还是有那个状况，但是嗯，有的地方解封了，有的地方没解封。我弟弟在的那个地方是没事的，所以说我们准备上那儿去，嗯，待些天，等这个北京的这个健康宝能让我们进京之后，我们就准备，嗯，动身去北京了。然后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。